后来看房子看了一阵子，在去年底我也买了自己的房子两房，然后我觉得很幸运啊，因为这栋房子的价钱老师也是一直提醒我们，然后我就买了大概一坪28万，然后我们是在13楼，可是我大概买了也是全栋哦，就是我们高楼层里面算是最便宜的，因为我是13楼嘛，可是我的这个价钱大概是我看6楼、5楼，他们也是大概这个价位，所以我觉得哦，真的好感动，就是没有买贵还买便宜。然后我刚刚有看一下我们那一栋的实价登录，然后我们那一栋在卖的房子啊，现在你知道现在有人把我们那一栋的房子拿出来卖啊，一坪卖36万。那我去年才几个月前我才买28万，现在已经有人买36万了，所以等于是买到这间房子是买了就是现赚的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哇，就是很 lucky， 以我这样的买房小白都可以买到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房子，这一切都是真的很感谢志睿老师的教导跟陪我一起去选择房子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很谢谢老师。然后如果对老师买房课程有兴趣的朋友，其实我也都蛮建议大家可以来学习的，因为买房子真的是一辈子的事情。对，而且我们可能学会这个知识以后还会继续买第二间第三间。谢谢大家。